吃饱未？吃饱未？吃饱跟我无关系。伊是咪咧？是我人生的工课。要吃唔吃，这是思想的问题。趁多吃多，欲望贪念失控制。上班下班，逐天吵到稀烂的。早上早落，腹肚难免出问题。春天耕地，风调雨顺好头尾。时常想起翁文芝阿母讲的话。女性的美丽是一个切合的问题。人生短短，灵魂的牛草叫做册。记者是良心的工作，难免会出错，不是无读册。我袂当爱你伤济，因为这个国家阁有真济问题。光、影、声。是我所有的一切。腳踏台灣地，嘴講台灣話。衫底褲褲，人下片直。師傅爸比，甲我到上落。你甲我搶伊啦！我哪有咧甲你搶？我講伊屬性恁娘共。無恁是煞話，开讲出棒，莫想遐多。